微博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伦。穿了一件新中式的外套，我也希望这边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了解我们中式的一些风格的东西。灵动的条纹在这个灯光的照射下非常的有一个视觉的冲击力，然后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单品设计，我觉得足够吸引我们所有人的眼球。我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感受一下 RV 的魅力。我觉得 RV 是拥有它独特的风格美学，然后创造了非常多的典藏之作。 RV 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端奢侈品工坊，精湛的手工技术，我们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这种高定的鞋包括包包，我们都能感受出工匠们不凡的工艺和品味。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我的四周所有的单品我觉得足以印象深刻，每一件单品都太棒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把它们全部带走。我觉得可以是鞋，可以是包包，哪怕胸针，只要体现你个人特色个人魅力，你自己觉得有信心喜欢的东西都可以，轻松休闲舒服运动。相信大家可能看到我每天都在跑步，然后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和一个良好的心态。